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乘坐 Chimui 飞车，本飞车将带你到马六甲吉隆坡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，最终开启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跳段或是吐槽主持人。出个车祸就那么多人停下来看。现在来到了双威金字塔商场。带着阿迪达斯的狮子帅气不？来到商场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吃的。走过了那么多间的美食店，最后选择的是中西南洋餐厅。这餐一共开销了 RM57.40。坐在餐厅吃东西，窗外的风景。吃饱后随便逛逛。